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4月12号，星期五啊。伊朗啊，有可能在48小时之内啊袭击以色列啊。德国的这个航空，由于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现在暂停了这个德黑兰航线，停了，因为怕这个被这个误伤。因为上次这个苏莱曼尼被炸了之后，不是他们伊朗不知道炸的是美国的空军基地，然后有一个这个好像乌克兰的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从那过去，就误以为是美国飞机给打下来了，就出过这种事啊。所以这次这个德国航空都不敢过去了，躲远远的啊。那一位呢知情人士啊透露说，这位知情人士啊是听取了伊朗领导层简报的人士啊，咱不知道这个是伊朗的人士还是西方的人士呢，不管怎么着，反正说是知情人士啊透露说，伊朗在48小时之内啊会对以色列直接攻击啊。美国情报呢原先得到消息，认为以色列呢认为伊朗呢会对以色列的这个资产，在海外的这个资产呢发动袭击。但是一名消息人士称呢，说袭击啊应该是发生在以色列境内的啊。那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这个已经宣布啊，说美国政府的雇员及家庭成员不得在以色列中部耶路撒冷和贝尔谢巴以外的地区进行任何的个人的旅行，就认为这几个地方呢是安全的，但主要呢应该可能在北部啊，当然咱现在不知道啊。那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呢，说负责中东军事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 Michael Eric Carulla 啊将军周四已经抵达了以色列啊，准备就是应对这个事情。那内塔尼亚胡呢在以色列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讲话，说誓言啊，如果伊朗胆敢对以色列直接进行任何袭击的话，那么就绝对呢直接反击啊。他还是那句话，就著名的话，他说我们将会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那一名伊朗官员表示啊，如果伊朗遭到了攻击，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伊朗袭击的以色列，或者袭击以色列某个使馆，然后以色列如果再打伊朗的话，那么伊朗呢将对以色列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呢进行打击。因为以色列呢特别小，它的电和水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打了它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的话呢，它可能都要停电或者停水啊，那这就是说一个相当大的威胁了。反正大家互相撂狠话，那最后能怎么着呢我们也不知道，好不好？反正现在都那么报道啊。但是据知情人士说啊，说哈梅内伊呢尚未做出决定。说哈梅内伊现在担心什么呢？他说如果直接攻击以色列的话呢，因为他们有那个铁穹防御系统吧，说最后呢这个会得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就最后我们攻击的导弹都被拦截了，根本没打着。然后由于我们攻击了，以色列反而以此呢做借口，对伊朗呢的这个战略基础设施呢进行大规模打击报复，可能对我们兵着帮忙一顿揍，最后人家没什么事儿，最后都是我们倒霉。哈梅内伊他担心这个事儿啊，那所以呢有这个就听取了这个就哈梅内伊简报的这个顾问啊说攻击计划实际上已经放在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呢面前，有那么几种啊，说哈梅内伊呢仍在权衡的这个风险啊。我觉得哈梅内伊现在主要担心什么，知道吗？担心自己成萨达姆或者是卡扎菲，他就是担心这个，知道吗？那另一个选择呢是袭击的以色列位于阿拉伯世界的这个大使馆啊，就是如果就是打以色列在海外的资产的话，打他的大使馆呢就是比较好，因为他炸的是这个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嘛。那如果他们也炸一个以色列驻外的大使馆呢，就是说这个对等的报复，对不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如果是炸的在阿拉伯国家大使馆呢，炸完之后呢，首先希望阿拉伯国家呢就是配合，不要拦截。啊，让他炸，炸完之后呢，阿拉伯国家呢不要报复，因为阿拉伯国家要明白，现在以色列呢是针对整个中东，针对所有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的这种袭击，所以呢我们要团结一致。那这样的话呢，他觉得应该能够得到阿拉伯国家的这种默许啊，甚至是支持啊，所以他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这种打击报复方式啊。那不管怎么着吧，德国汉莎航空啊，11月11日呢宣布啊将暂停这个往返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所有的航班啊。那美国国务院表示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请中国外交部部长及其他国家的外长呢，用自身的影响力来说服伊朗呢不要攻击以色列。实际上主要就希望中国，因为现在认为中国呢对伊朗还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力，其他国家已经没有了。现在能够影响伊朗的实际上两个国家，一个俄罗斯，一个中国。但是现在跟俄罗斯的关系实在太糟糕了，没法说话，就跟中国呢勉强还能说话，所以希望中国呢能够出来呢说一说啊。那德国外长呢贝尔伯克和英国外交大臣卡梅隆都已经致电了伊朗的这个外长，要求伊朗呢不要攻击以色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告诉记者，布林肯与中国的外长通话，说局势恶化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中国呢应该敦促伊朗呢不要呢升高局势啊。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说，布林肯也与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呢格朗特通话，重申美国强力支持以色列对抗这类的，这个太找到了，是你以色列把人家驻叙利亚大使馆炸了，然后你现在支持以色列对抗这类威胁，然后要求伊朗，就是你大使馆被炸就炸了吧，你就忍一忍，对不对？但是你不能炸以色列的大使馆，你要炸以色列大使馆我就抽你，你知道吗？就是说他炸你的可以，你炸他的不行。
然后白宫这个新闻秘书尚皮耶啊，今天表示说，美国已向伊朗呢表明，美国并未涉足对大马士革的这个空袭，就是说伊朗对你的空袭呢，我美国没看见，是以色列对你这个对你伊朗的这个空袭呢，我没有参与啊，跟我没关系，是以色列的自己搞的。但是同时呢，美国警告伊朗啊，不要把以色列对你的空袭当做一个借口，让区域局势呢进一步恶化，或是攻击呢美国的设施或人员。伊朗说，这怎么能叫一个借口呢？这叫一个借口吗？对不对？如果他说两句狠话，然后我就打他，这叫一个借口。他他妈把我大使馆炸了，这叫一个借口。美国太有意思了，这话说的这特别好玩。就是说，哎，他炸你的领馆呢，他炸你的大使馆是应该的，你他炸了就炸了，你不要把这当一个借口啊。这虽然是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你就攻击人家，人家打你是活该。然后跟中国呢也是这么说，让中国呢去跟伊朗说，告诉伊朗就是说，他炸你的大使馆呢，都是你活该，你自己自找的，你应得的。你炸他的话呢，你要小心了，那局势就升级了。他炸你的话，局势不会升级的，因为他炸你，你能忍吗？你炸他不能忍，所以局势就升级了。太有意思，不过看看吧，我估计这个哈梅内尼估计也够呛，上次苏莱曼尼被打死了，最后也没干啥，也是就狠话说尽，然后最后表演了一下，搞了一个呢行为艺术啊。但是美国现在担心什么呢？美国其实现在担心不担心伊朗，全世界现在说实在，冒着良心说，你包括我担心伊朗吗？不担心伊朗。知道吗？我们觉得伊朗不会干什么的，伊朗最多就跟上次苏莱曼尼一样，就是说，哎，假模假式的，炸一下，然后提前告诉美国我要几点几分炸你，赶快躲开啊，千万别误伤了你，然后都躲开了，然后假模假式的炸一下，然后打了五个，最后只有一个击中了，另外四个不知道都打哪儿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对内就对内，他问题是什么？他要对内降低这个情绪，老百姓的情绪很激烈，觉得我们国家被人打了，然后我们一什么都不敢做。对这个政权没有信心了，觉得这是一个羞耻的、一个耻辱的一个政权，你明白吗？所以伊朗呢，他现在不是为了要对外干什么，他只是对内呢要安抚一个群众，所以呢，他需要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来配合他，让他假模假式的好像报复了一下，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对这个东西你担心吗？不担心，他就是一个行为艺术，你就当个笑，你就感觉他好像在那儿自己唱个独角戏好玩，对不对？你就笑一笑得了，跟上次苏莱曼尼不也那样吗？但现在我们担心的不是伊朗，我们担心谁知道吗？担心的是以色列。现在以色列的问题是什么知道吗？以色列现在觉得美国不支持他，他要把美国拉下水，知道吗？所以从头到尾是以色列在那儿搞，但是以色列可不是唱一个戏，以色列玩的可不是行为艺术，以色列要玩真的，以色列现在真的要进攻拉法，以色列现在真的是要打伊朗，你明白吗？就是说，所以呢，我们现在担心什么？就是说，哪怕伊朗只是搞了一个行为艺术，弄了两挂鞭在这自己点了一下，放了一挂鞭，说你看我这挂鞭了吗？我这挂鞭崩死了一亿个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其实就没有一亿人，但是没关系，他们老百姓也不懂嘛，就骗老百姓，就我一挂鞭，我在这放了一挂鞭就崩死了，对不对？但是呢，担心伊朗真的就放了这一挂鞭之后呢，以色列拿这个作为理由，兵乓乓对伊朗真的是大范围的这个攻击，那最后伊朗就不得不打起来了，你懂吗？现在实际上美国担心的是以色列，担心的其实不是伊朗，现在真正的火药桶在以色列这儿。伊朗不叫火药桶，伊朗就是一挂，就是伊朗现在就属于一个鞭炮厂，你知道吗？但以色列是不一样的，以色列现在是玩真的，他是真干，你知道吗？所以美国现在担心的就是说，美国现在要求伊朗是干什么？这挂鞭都不要放，你不要给以色列再打你的任何的借口和理由了。你明白吗？他现在被大使馆炸了，其实我们都在谴责他，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稍微有所行动的话，你哪怕你就是假模假式的，比如说你提前24小时你告诉以色列了，为什么现在就知道伊朗要动手了，你懂吗？为什么听取了这个伊朗高层领导层简报的人士能够向美国还有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去做汇报，说我们已经听取了这个汇报了，我们48小时要动手，为什么？你知道吗？就跟上次伊朗报复美国一样，就提前24小时、提前48小时就告诉你了，我要炸什么，你明白吗？就是说他什么意思？伊朗就是说我诚心把这个情报泄露给你，知道吗？我就告诉你了，我几点几分，比如说我要炸你以色列驻，比如说阿拉伯某个国家的吧，不知道哪，随便找一个就驻这个什么驻秦国的吧，以色列驻秦国的这个大使馆，我提前24小时、48小时告诉你，你赶快把你人都清空，哎，你给我留一个空的一个建筑，然后呢，我在里面扔个手榴弹，然后啪炸了。对不对？然后对外一说呢，哎，我把你大使馆炸了，然后我炸死了四百个人，然后你仓皇逃窜，然后呢，我对内呢可以有一个交代，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哎，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以色列现在观点什么？就是说呢，不许，你别跟我扯没有用的，你不要提前什么48小时，你告我让我配合你，让我把哪个大使馆清空了，然后你给我扔个手榴弹，不行，不允许，别说他妈扔个手榴弹，你敢往里边扔一二雷子，扔一鞭炮，
孙子，我就抽你，我就弄死你丫的，你给我试试。今天大使馆我给你炸了，你连一个狠话都不许说，你敢说一句狠话，我给你丫腿剁下来。李思业现在 就这态度了，你懂吗？所以呢，现在现在问题在这儿了，你懂吗？就是说，连伊朗就提前48小时告诉你，我搞一个行为艺术，你配合我一下都不行，都不允许。所以呢，我不知道，我看看哈梅内伊能不能彻彻底底把这口气咽下去，或者他怎么能够想办法玩一个行为艺术，你知道吗？那如果只有实在不行，可以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让阿拉伯国家来配合一下，就比如说我以色列驻某一个阿拉伯国家有个大使馆，对不对？那我提前48小时，我告诉以色列了，我要炸你的大使馆。以色列说你敢，你孙子你炸我，你碰我的大使馆你试试，那都不行。不行怎么办呢？跟那阿拉伯国家商量，比如说你这建筑物吧，这个建筑物，然后这个建筑物是以色列大使馆，你旁边的建筑物可能是一个小卖部或什么的，对不对？然后跟阿拉伯国家商量，你能不能把你小卖部扔到清空？清空之后呢，我把这手榴弹呢就离着它，我没有炸他大使馆啊，我炸他大使馆旁边的一个小卖铺或者一个包子铺或者一个饮料铺，我把它炸了，我扔个手榴弹，叭把它炸了。炸完之后呢，我跟我的国内我会说，我说我炸的是以色列大使馆，那离得非常近嘛，国内也不知道。然后我说炸死了以色列多少人，这样以色列你也没借口，我又没炸你大使馆，我妈炸个小卖部你管我呢，对不对？然后呢，我跟这阿拉伯国家我们商量好了，就最后倒。如果以色列不配合的话，只能看看其他阿拉伯国家能不能配合一下。但是反正呢，这个事儿呢，你这个鞭炮你必须要放一下，然后你安抚一下国内的情绪，要不然他自己的执政也出问题。你懂这意思吧？反正就我最后看，估计也就只能这么搞了。因为不这么搞的话，那你说怎么办呢？对不对？你万一碰上以色列不配合，那这次就干起来了，对吧？所以呢，我相信呢，美国也会就是说，美国要求以色列有什么？就是说，如果人家没炸你大使馆，炸你大使馆旁边的小卖部，你可不许动手。哎，我觉得基本上美国能够做到这一步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大家就还好，这是基本就又搞个行为艺术吧，意思就闹个笑话，大家就过，跟上次苏联办一样就过去了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看一看。但是现在很明显呢，哈梅内伊年纪大了，然后他的这种。勇气也不是很足，尤其看了萨达姆和卡扎菲的下场之后，勇气不是很足，不是很足呢。所以我估计大体上，我预言估计就这样了。因为为什么呢？知道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美国和以色列还有什么德国航空不会知道48小时之内要袭击的。为什么能知道呢？就是以色列诚心把这消息传递给你们了，让你们都知道了，对不对？就我什么时哪打哪都告诉你们，所以你就明确了，你懂吗？那这个肯定是伊朗的最高层同意的，这个消息才能够渗透出来，明白吗？所以咱们看看，反正就这几十个小时，我估计是一场闹剧，又是一场闹剧，好吧？那这期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